好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节嘅网上资讯日啦。咁今节嘅网上资讯日咧，咁就会同大家去介绍一下我哋喺较大嘅一个好大型嘅一个学士学位啦。咁呢个咧就系大中华地区荣誉社会科学学士嘅呢个 program 嘅。咁嚟紧落嚟咧，咁我会同大家讲一讲呢个课程嘅一啲嘅简单嘅介绍啦。咁亦都会准备咗一节咧，就系学生嘅一啲嘅分享，系俾大家知道由学生第一身同大家分享一下，由我哋嘅学生啦，同埋我哋一啲毕业生去分享下我哋呢个 program 嘅一啲喺入边佢自己第一身嘅学习经验同埋所得所获嘅。咁呢個咧係同大家講清楚啦，我哋呢個嘅本科課程咧，其實係一個 self-finance 嘅課程嚟嘅。咁呢個 self-finance 嘅課程咧，咁好多同學咧，可能就咁可能而家喺香港讀緊亞蘇嘅同學，可能佢都會清楚 self-finance program 係一個咩一回事啦。咁但係呢度都會同大家講多少少嘅，因為一路以嚟都有啲同學可能會誤會咗啦 self-finance 嘅 program 咧，咁佢就可能係。將 Cert 會唔會同UGC 分嘅 program 有唔同㗎？咁其實咧可以講得清楚啲咧，就係 UGC 分又好，self-finance 嘅 program 又好咧，佢哋嘅資歷係一樣嘅。咁而且喺佢哋成個嘅 Cert 上邊咧，係唔會去用 self-finance 定係 UGC 分呢樣嘢，唔會註明喺張 Cert 度，亦都唔會用呢樣嘢去區分學生嘅。而且咧，咁我哋嘅學生喺因為喺八大院校底下嘅 self-finance 嘅 program 啦，咁呢个系好独特嘅一个状态咧，就系同学系可以享受到喺八大入边嘅资源，即系例如八大入边系有别于私校嘅时候咧，八大入边嘅图书馆嘅网络系互通嘅，咁所以佢哋系可以用得到其他大学嘅图书馆嘅资源嘅，咁同时间亦都可以享受到 self-fun 嘅 program 佢有嘅喺教学上边嘅质素啦。同埋佢喺成個課程設計上邊嘅一啲彈性嘅，而且我哋嘅 program 係一個認證嘅一個課程啦。我哋嘅課程基本上都係 keep 住咧，都會有國際嘅學者嚟去做一個審核嘅。所以咧喺佢嘅水平上邊咧都係得到保證嘅。尤其是咧我哋嘅 program 上邊咧係一個 honor program 咧，好重要，榮譽學士咧，就對於各位同學去再進一步去升讀。海外嘅大學嘅研究生課程又好，碩士嘅課程又好咧，係好重要嘅，因為 honor program 咧係有別於純粹一個 undergraduate program，咁佢哋會覺得 honor program 咧係喺水平上面係更高嘅。我哋呢個 program 咧叫大中華嘅研究咧，開宗明義咧，我哋會關注個位係放喺大中華地區嘅，亦都會同大家講清楚啦。雖然我哋嘅關注點係大中華地區。但係咧，我哋呢個唔係一個純粹嘅地區嘅研究嘅一個課程嚟嘅，而我哋更加側重咧係更加多嘅 social science 嘅呢一方面社會科學嘅一啲嘅學術嘅知識嘅分享啦。而且咧，呢個 program 係喺我哋嘅較大嘅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底下開設嘅課程嚟嘅。而呢個我哋嘅學系咧係非常之關注亞洲地區嘅研究以及政策方面嘅分析嘅。所以咧，呢兩樣嘅特色咧，都會放咗喺我哋嘅課程上邊啦。我哋呢個課程咧，係會希望更加多呢一方面更加廣闊嘅知識咧，係涉獵到喺成個亞洲地區政治、文化、經濟同埋佢嘅發展等等嘅唔同嘅知識，同時間係希望將呢啲知識咧變成一啲比較批判，同時間係可以有政策視野嘅一個嘅知識嘅。呢個係我哋較大一個其中一個最大型嘅社會科學嘅課程嚟嘅。啱啱咁講到啦，我哋着重緊嘅嘢咧，大家都知啊，讀社會科學嘅社會科學類嘅課程咧，我哋呢個世界而家講求嘅希望需要嘅人才啊，越嚟越多係希望一啲通才嘅，而啲通才係好講求緊佢嘅溝通能力啦，同埋解難能力嘅。我哋咧都會針對住呢一方面去睇。希望佢哋可以對於問題，無論係社會嘅問題，到佢將來我哋嘅學生喺企業邊工作，企業上邊公司會面對嘅問題，都係一啲解難嘅能力嘅。同時間呢個社會而家越嚟越多喺個資訊社會入邊，
講求很多是用資訊、用大數據去作為去理解問題和分析問題，和找解決方法的一個途徑來的，一個方法來的。所以我們都很著重這一方面的研究方法 的訓練，一些的 data analysis 是希望我們的學生是可以有更多的分析的能力的訓練的。同時間我們有一個 public policy 的一個面向，就是希望學生除了去作批判之外呢，我們是可以對於社會問題呢是可以有一個、政策方面的一些的貢獻的。咁呢方面嘅思考同訓練咧，係幫助到學生咧解決問題嘅時候咧，咁當然係喺公共領域啦，我哋講緊係公共政策啦。咁喺佢將來事業上邊，如果喺私人機構嘅工作入邊，亦都係幫助到佢點樣去理解問題，繼而係去解決問題嘅能力嚟嘅。咁呢度啦，我哋嘅師資咧好好強大，同時間我哋嘅師資咧係包括到喺世界各地唔同著名大學嘅學者啦。同時間我們的研究的範疇是非常多元的，這個也都是可以讓大家知道。換言之，大家來到我們的 program， 你們去對於社會科學或者政策分析這方面是可以涉獵到的層面很多的。這裡可以看到我們會有經濟學者，有做 media 研究，做 migration， 到我們講緊做一些政策的分析，地緣政治的分析，到勞工的問題，IR 即係國際關係嘅問題等等，我哋都會有唔同嘅學者喺度嘅。而我哋學者係佢嘅學術訓練係嚟自世界各地著名嘅大學嘅。咁你簡單講講啦，你哋嚟到嘅時候係一個因為一個 advanced entry 啦，咁我哋係兩年嘅時間入邊咧，你係需要完成60個 credit 嘅。咁呢60個 credit 咧係呢度就已經見得到個分布啦。咁個分布上邊咧，你見得到啦。過往咧，我哋除咗 major coursework 之外咧，其實以前係冇呢 comparative field research 嘅。咁咧，因為我哋咧，其實因為呢個就係self-finance program 嘅好處，就係我哋喺設計課程嘅時候咧，我哋更加會有彈性同埋人性化，去了解到學生嘅需要嘅時候，我哋會去可以更加快去回應同埋去改善嘅。咁咧，我哋個案同學都好希望去參與到一個叫海外考察嘅一個課程嘅訓練啦。咁呢個咧原本咧係喺我四年制嘅課程入邊咧係俾Year Two 嘅學生嘅 summer term 去嘅。咁咧就係因為我哋都知道好多同學咧，就算 advanced entry 咧，佢都好希望可以有呢一方面嘅經驗同訓練啦。咁咧我哋咧就特登咧就會今年開始我哋新制入邊咧都會係 advanced entry 嘅學生咧都會有呢、這個暑期嘅海外考察嘅呢一個課程包括咗喺入邊嘅。咁同時間我哋咧都會有個 capstone 嘅 project 同 honor project 嘅，咁陣間我都會講到呢個部分少少嘅。咁你可以俾大家睇得到我哋啲 major coursework 啦，包括緊學習嘅唔同嘅範疇好多嘅。你見得到呢度，除咗一啲嘅方法學嘅研究，即係一啲你做研究嘅一啲方法論嘅嘢啦。咁我哋涵蓋緊有啲經濟啦、地理啦、政治經濟啦、法律啦、NGO 的研究 IR 即是國際關係社會政策到公民社會的發展等等，我們涉獵的範疇是非常廣闊的。這個訓練就是配合我們剛才說的，我們看問題和看社會的視野的廣闊，你有的不同的角度。這裡講到我們的 Field Research 就是是一個非常之好玩，同時間你在當中學到的東西是多過你在書本純粹在書本上學到的東西。因為我們會每一年會設計一個獨特的課題，就會帶學生去超過一個城市去做一個比較的研究。例如我們過往的學生會去到東南亞的國家，去台灣，去澳門，或者去內地的各大城市去做一些跟院校和當地的政府當地的民間的組織等等做一些交流和去考察的。例如我們去台灣去做城市規劃的研究的時候，是台北市政府是親自接待我們，我們是可以學生是難得地有機會是可以和政府部門的首長去做一些溝通，也都非常開放的各個單位，我們是可以對於一些議題作更加針對性的一些的討論的。同時間
我哋自己普通自己去考察，或者好似去旅行，咁同唔同同呢個我哋嘅學習課程入邊嘅考察有冇分別呢？咁都係非常之大嘅分別嘅，因為咧喺當中，除咗有一個主題，有一個學術嘅主題帶領住大家去學習之外咧，咁好多嘅考察嘅地方咧係你自己去咧係基本上係去唔到嘅。例如咧，我哋去做一啲環保同廢物處理嘅管理嘅課題嘅。嘅介紹嘅時候咧，咁我哋會帶學生去到台南，親自去到一個垃圾處理嘅工廠，去到個焚化爐嘅工廠入邊去親身嚟考察嘅。咁呢啲考察機會非常之難得嘅，咁係你自己普通自己去旅行咧，基本上係唔會做到呢一樣嘢噶。咁啱講到我哋個 capstone project 係啲咩咧，就類似大家可能理解嘅一個 final year project 咁樣嘅。咁但係咧，呢度咧個好處就係我哋俾學生去揀，究竟行一個學術啲嘅 honor project 嘅路向，去做一個學術嘅研究啊。但係 capstone 咧就係一個比較我哋講緊係 social innovative 嘅，係對於社會創新啦，對於社會問題係要有一個政策或者有一個你諗到嘅一個方案產出嘅。咁所以咧，學生喺當中係會多咗更加多嘅靈活性去揀，究竟我係希望做一個學術方面嘅訓練同研究啊。定係我哋可以做一個，例如我哋包括緊喺個 program 邊，我哋都會俾學生可以申請起動基金，佢可能去做一個創立一個社企，作為佢嘅方案去解決一啲嘅社會問題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會有嘅喺你哋去Year Three 嘅 Sem Two 同 Year Four 全年嘅一個 capstone 嘅一個訓練嚟嘅。咁當然我哋當中亦都會有一啲嘅 credit 係俾大家去 take 翻一啲 free elective 嘅。咁咧，是足夠的 credit 咧，係俾你去喺呢兩年內咧可以做一個副修嘅，因為副修咧我哋基本上就需要15個 credit 嘅啫。例如我哋自己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底下咧都會有一個關於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policy and governance 嘅一個副修嘅。咁呢度咧亦都會涵蓋緊好多關於呢個傳播同埋傳播研究入邊。究竟我哋針對性對於喺管治同埋政策方面嘅傳播研究係點樣呢？咁呢度涉及到嘅係唔同面向嘅一啲嘅 course， 係俾大家去作一個副修嘅。咁當然同學可以揀一啲其他喺教大入邊其他嘅學科去做你嘅副修。咁好多同學咧會關注啊，我哋學生嘅出路係點樣呢？咁我哋學生嘅出路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會追蹤翻我哋嘅畢業生，佢哋嘅喺工作上邊。遇到的困難或者他們現在的工作的狀況學業的狀況，同時間也都是借著每一年的同學生的溝通的過程裡面的研究過程裡面，我們會有一些的意見回饋是幫我們去令到我們的 program 是越來越多的改善的。例如剛剛說到 capstone 的一些 project， 也都是些同學會反映、原來是當中學到的一些解難的能力啦，到做一些方案的研究等等，這些呢專案的研究等等，這些原來是對於他畢業之後工作呢很大的幫助的。而僱主原來看得很重呢，就是這方面的訓練能力、溝通能力，還有你有沒有海外考察等等的經驗呢，都是幫助到他 去在職場上面他有更強的競爭能力呢，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們也都會就著這些的學生入到職場的一些經驗，我們會進一步去令到我們的 program 越來越進步的。我們一直做的調查在哪裡看到，我們過往我們一直以來超過八成我們的學生是在他畢業的三到六個月的時間裡面就已經是找到工作的，或者是可以有進一步進修 的機會的。我們學生最主要的出路是包括下面的幾個範疇，教育類的工作，亦都有包括緊喺社區的服務同政府機構、公營機構的服務，包括我哋有學生可能喺政府入邊做公務員、做 E.O. 啊，或者可能去咗區議會度做區議員啊，等等都會有嘅。咁亦都會喺政府其他嘅部門入邊工作都會有。咁第三類咧就係傳媒類同埋公共關係類嘅。咁呢度咧亦都好多學生咧係會做向咗呢個方面嘅，因為同我哋嘅課程去講求緊溝通能力啦、協作能力呢個咧係非常之有關係嘅呢個訓練。
咁第四類咧就係一啲嘅私人企業啦。咁私人企業就係好多唔同嘅大型嘅企業啦，跨國企業咧，我哋都有學生咧喺入邊就職嘅。咁 further study 方面咧，除咗本地嘅升讀碩士又好，或者 PGD 嘅課程之外咧，咁海外升讀咧咁都非常之多嘅。咁我哋學生近呢幾年咧，我哋可能學生嘅升讀喺 LSE 啊、UCL 啊，或者我哋去緊美國北美一啲嘅著名大學咧等等，我哋都會有學生係去嗰度進一步升學，係碩士課程或者研究生嘅課程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亦都反映緊我哋學生嘅訓練，佢嘅成績同表現咧係得到肯定，即係我哋嘅課程嘅訓練咧嘅質素水平咧係喺本地又好啊，國際上邊嘅認可咧非常之到，非常之強嘅。咁呢度咧最近一啲嘅我哋學生嘅工，即係佢就業入邊一啲非教育類嘅就業啦，咁亦都見得到我哋會有同學係會做公營機構啦。私人機構入邊一啲跨國企業入邊啦，去做management trainee 啊等等都會有嘅。咁我哋過往啦，啲學生嘅訓練入邊咧，咁佢嘅學術成就咧，除咗喺我哋自己嘅校內之外咧，我哋亦都帶學生去參加好多校外嘅好多嘅訓練嘅。咁好多嘅參與唔同嘅比賽嘅。咁呢度見得到我哋喺全港嘅政策嘅研究比賽入邊啦。咁都會有進入咗三甲去攞獎嘅，喺全國嘅模擬市長或者一啲嘅政策研究、城市治理等等嘅唔同嘅比賽入邊咧，我哋學生咧都係甚至攞到第一名嘅。咁你見得到呢度就係一啲嘅獎項啦。咁俾大家知道翻，我哋學生其實原來都係學校我哋 program 咧都盡我哋能力咧帶學生咧去參與多啲唔同類型嘅本地又好，或者國際上邊又好，全國又好，唔同嘅比賽、唔同嘅經驗都會帶俾我哋嘅學生，係作為一個課堂以外嘅一個學習嘅經驗嚟嘅。咁入到嚟之後咧，你除咗我哋嘅課程入邊咧，我哋會帶領啲同學咧會有唔同嘅 field trip 嘅。除咗啱啱講嘅指定嘅一啲課程內，啱啱講啦 ，summer term 嘅一個海外考察之外咧，喺我哋唔同嘅學科入邊咧，我哋嘅老師咧都其實咧都會去擺咗好多多元化嘅一啲學習嘅方法咧，俾同學去經驗嘅。例如好多本地嘅考察啦，或者咧同學咧亦都其實咧係有空間咧，就算係兩年嘅 advanced entry 咧，兩年內咧其實都可以去參與到可以報讀到我哋學校，即係經我哋學校係可以做海外嘅交流，即係會有一個學期咧，我係去海外嘅大學做一個交流嘅學習嘅。咁呢個係完全係可以足夠時間同空間去俾你做嘅。咁簡單啲講啊，好多同學最關注點就係呢度啦。啊，咁究竟嗰個入學嘅要求係點樣咧？咁我哋入學要求咧就係話你喺香港係有一個post-secondary 嘅 qualification， 例如你而家讀緊high dip 或者讀緊 associate degree 咧。或者同等嘅學歷嘅課程咧，就已經係搣到我哋嘅基本 requirement 嘅啦。咁當然啦，我哋嘅要求入邊咧，你希望你會有一個好嘅成績啦。咁但係點為之好咧？咁好視乎你嘅成績，再加埋你喺面試入邊嘅表現等等嘅。咁我哋而家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我哋咧會做得更加快咧，就係我哋睇你嘅成績嘅時候咧，基本上咧，我哋可以有一個更加快捷嘅一個過程咧去有知道你哋嘅能否有入學嘅資格嘅，咁咧就好快速咧，就唔需要去到面試嗰個階段咧，你就大概會知道自己係咪可以入學噶啦。咁啱講到啦，有兩種唔同嘅情況嘅。咁你如果係 associate degree 去到 final year 嘅，咁你係完全有足夠資格咧去申請去 advanced entry， 即係直接入去 year three 嘅。咁亦都有啲同學可能係讀緊 associate degree 嘅第一年嘅，咁其實你都係可以去申請我哋嘅 program 嘅。咁當然咧係讀緊第一年嘅時候咧，咁你咧就好大機會咧，你係會去由 year one 開始讀起嘅。咁咧就視乎你嘅成績同埋視乎你係讀緊associate degree 嘅邊一個 stage 啦。咁呢度又會睇翻啦，如果你係讀緊 year one associate degree year one， 咁再轉入嚟我哋嘅課程咧。或者你係讀咗兩年又好，咁你進入我哋課程而你係唔係去 year three 而係去 year one 嘅時候咧，
我哋都會有一個 block credit transfer 嘅一個過程，俾大家喺將你 ASO degree 嘅某啲同我哋 match 嘅一啲嘅 course 咧，可以 transfer 翻 credit 過嚟。咁亦都係省翻你嘅金錢同時間，咁你係可以更加快手去畢業嘅。咁但係注意啦，如果你係 final year 嘅 ASO degree 而你轉入嚟係 advanced entry 咧，咁我哋咧呢方面咧就冇呢個 arrangement 嘅。最主要如果你轉入去 year one， 我哋 program year one 開始讀咧，就可以做一個 credit transfer 嘅。咁所以咧，呢度再一次講就係除咗 final year ASO degree final year 嘅學生之外咧，你如果啱啱完成咗一年嘅 ASO degree， 其實你都係合資格去報我哋嘅 program 嘅。咁呢度咧好簡單啦，因為而家全部嘢都係 go online 噶啦。咁你哋報名嘅途徑咧，其實你就上翻去較大嘅 online system 咧，去簡單填翻你嘅資料，交翻所需嘅文件咧，咁我哋咧就會有相關同事咧去做一個跟進嘅。咁你想知道多啲呢個課程咧，其實亦都可以去翻我哋嘅學系嘅網站，或者呢度瀏覽翻呢一度嘅網址，亦都會睇得到我哋呢個課程入邊具體每個課程入邊具體每一科究竟係做緊啲咩咧，咁亦都可以入去睇得到嘅。咁我哋呢度咧個學費咧就係兩年咧total 係196,000，咁即係換言之咧，我哋係唔需要即係100,000留下一年嘅學費嘅。咁同時間我哋嘅課程因為係 credit 嘅，咁所以咧你係我哋嘅學生都係有資格去申請政府嘅 grant loan 嘅。咁你可以攞到大學政府嘅資助，咁係包括緊個資助 maximum 係包括咗你學費啦，到你嘅學術嘅一啲嘅支出啦，到你嘅living expenses 咧都會包括到喺入邊嘅。咁呢個你哋係可以唔需要擔心係因為 self finance 嘅 program 而申請唔到呢方面關路，你係可以有資格去申請嘅。咁同時間我哋都會有入學嘅獎學金係俾翻。我哋嘅學生嘅 ，advanced entry 嘅學生都會有嘅。咁根據翻你嘅成績，入學嘅時候嘅即係你 ASO degree 嘅成績啦。咁我哋亦都會有個 entrance scholarship 咧，俾翻嘅同學。而且呢個 entrance scholarship 就係 renewable 嘅，即係換之你喺入到嚟我哋課程之後，你成績 keep 得到一個 minimum requirement 咧，咁你到你 year four 嘅時候咧，都會攞到呢個獎學金嘅。咁呢度咧，我哋會有10,000-15,000嘅獎學金俾翻我哋嘅學生啦。咁呢度咧就會有簡單咧，就有一啲我哋學生嘅分享咧，咁可以俾大家睇翻，我哋有幾個同學咧分享翻佢喺我哋 program 入邊嘅一啲嘅點滴，咁大家可以直接由佢哋第一身去講究竟喺我哋 program 佢學習嘅過程係點樣啦。首先分享一下我在大學四年入邊嘅學校生活啦，咁見到啲圖片都有見到，我 join 咗好多 OCAM 啦、O Day 啦，同埋其實學校都會有各式各樣唔同嘅活動，例如 Drama Night、Drama Club， 咁同學都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去選擇適合你自己嘅活動。咁喺除咗校內嘅活動之外，學校都會提供咗好多機會俾我哋去認識呢個世界啦。咁睇翻第一張係香港蓮香樓嘅圖。咁喺 GCS 嘅課程入邊都有唔同嘅機會去進行一啲本地甚至外地嘅一啲 field visit。咁其中呢張圖片就係我哋去中上環去睇翻香港歷史嘅一啲圖片。同時我個人就會 join 咗學校一個 program 叫 Leading Program， 去到印度去探索呢個唔同嘅世界，同埋教印度嘅小朋友喺。這個 program 入面會教印度的小朋友英文，跟住會做一些文化交流。而 GCS 呢每年 Year 2都會有一個 field visit， 我那年呢就會去了台灣和廣州，去探索當地的文化。在廣州就會了解他們的城市發展，而去台灣就會了解他們的文創產業。同時在大學四年入面，我都去了兩個地方進行 exchange 的活動。在暑假的時候，我就去了溫哥華的 UBC 去進行 summer exchange。 因為我本身對教育有興趣，在 UBC 的機會入面就讓我可以更加了解多些有關科技教育的情況，都認識了來自其他不同大學的學生。在
GCS 都同北京大學有合作，所以我就選擇咗去北京大學學院格作為交換生生活咗一個學期。咁喺北京嘅生活度，都了解到國內嘅一啲文化或者唔同嘅情況。在 internship 方面，其實學校和 department 都會提供給我們很多機會去進行一些 internship 的工作，令我們更加可以學以致用。主要參加了三個 internship， 首先就是 Feeding Hong Kong， 是一間專注於香港貧窮問題和飢餓問題的一間NGO， 跟著它就會同我在入面負責 marketing 的工作，就會跟各大品牌去做一些 event 去推廣這個香港貧窮的資訊。同時我加入了 UNICEF 進行一些到學校去宣傳不同的國際的議題，例如戰爭啊、和平的工作。到 Year 3的時候，我因為對教育有興趣，就參加了一個教育創新機構的一個 internship， 跟住都是組織了不同的入校的活動。同時學校都會提供了很多機會給我們發揮自己，例如教授都很 supportive， 去鼓勵我們去參與校內不同的一些比賽，例如其中一個就是 Inter-University Public Policy Case Competition。非常幸運和努力地，我們在這個比賽中都得到了季軍的成績。總括來說，其實在這四年的大學生活中，我覺得整個學習的氣氛都非常和諧，和大家無論是同學之間甚至老師之間都非常 supportive。 跟著只要你肯選擇你自己的興趣，甚至你肯融入學校園生活的話，你就收获到很多。正如剛才所說，我今年已經 Year 4啦，在之後的生活裏面，我會繼續進行我這個碩士課程的學習，但是我就會轉了方向，從這個社會教育轉了到科技教育，就會即將入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科技教育碩士課程。但由於因為今年疫情和確定的因素，加上我對自己的人生想有一些更加清晰的生活，所以我就會申請了 gap year， 可能之後就會先投入全職工作，之後先會進行碩士課程的深入學習。我分享就到這裡，多謝。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如果你問我們，可以將問題放到最後再問這個。Okay. Hello， 咁我叫 Gigi 啦，咁我同 Janice 一樣啦，都係 Final Year Student 啦。咁我就比較接啲嘅，我嘅學習生活就我冇乜點離開過香港做 exchange 啦。咁就主要嘅即係可能我嘅 experience 都係圍繞住我哋嘅 program 啦咁樣。咁我分咗三個部分啦，第一個就喺 program 入邊嘅一啲 experiential learning 啦，一啲體驗式嘅學習啦。第二個就是我去參加的一些去不同地方參加的一些比賽啦，咁同埋第三個，相信大家都想知道究竟社科呢個學系究竟佢哋可以學到啲咩，帶到啲咩俾自己，同埋即出路會係點樣咧咁。咁首先我哋就講下其實喺 GCS 嘅成個過程成個curriculum 入邊咧，我哋就會有兩個 experiential learning 嘅course 啦。第一個就是 comparative field visit 啦，咁每年我知道咧，就每年嘅地方都會去嘅地方都會唔同嘅。咁我哋嗰年就好似 Janice 咁講啦，我哋就去咗廣州啦，同去咗台灣。咁呢度就係我哋去廣州嘅時候嘅一啲場景啦，咁樣就去咗啲舊城區啦，去睇下究竟人哋去點樣發展啦。咁亦都同時譬如睇下點佢哋點樣對一啲譬如好似龍窯咁樣一啲具歷史文化遺跡咧，去進行一個改造嘅。咁而我哋去咗台灣啦，咁我哋就嗰年就去咗台南同埋台中啦，咁樣咁就我哋體驗咗其實都係類似嘅嘢嚟，因為我哋要做 comparative studies 啦，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翻究竟台灣對於歷史嘅文物咧點樣做一個翻新啦，點樣去做一個活化嘅。咁例如好似呢個呢度圖片所見咧，嗰個建築物其實係一個
戰士，好似好似跆拳，佢哋練習跆拳道定唔知係劍道嘅一個地方啦。咁佢之後就進行對呢個地方進行咗活化啦。除咗有一啲劍道嘅課程可以俾佢體驗之外咧，亦都有一啲譬如殘藝嘅課程啦，就吸引更加多嘅遊客咧去即係去到訪呢個地方啦，從而達到保留呢個歷史嘅目的嘅。咁而另外都睇到咗去咗一啲比較台灣細嘅二手書店啦，去睇下佢哋究竟佢哋嘅文化同埋文創嘅係點樣去落區，點樣去喺local 嘅 level 去點樣實行出嚟嘅。咁第二個experiential learning 咧就係我哋嘅實習活動啦。咁我同 Janice 其實係同一個機構度實習嘅，都係 Anovatus 啦。咁我哋個機構其實就比較特別嘅，因為唔係淨係做一啲 paperwork 咁樣嘅，我哋就有好多機會去唔同嘅學校啦。例如我哋去咗呢個叫係咪唔到我叫咩球？兩球居係嘛？球球唔記得咗。球錦秋。球錦秋係球錦秋中學做一個視察啦。其實佢哋呢個 program 咧就係啲老師就會去學一啲創新嘅資訊啦，然之後咧就會將創新嘅課程帶翻入去學校，做一個一年嘅一個 implementation 嘅。咁而你哋見到呢個好似fun fair 咁樣嘅嘢咧，其實係佢哋老師經過一年嘅喺學校將佢哋嘅 education innovation 嘅 idea 實apply 咗之後 ，apply 一年之後咧，呢個係一個學生嘅作品展嚟嘅。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其實都即係帶到好多 inspiration 俾我哋自己啦。咁而呢個機構其實亦都有一啲同官員嘅，即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嘅一啲交流啦，就即係將前線教師嘅一啲意見啊、心聲啊，去同一個政府嘅officer 去做一個溝通嘅。咁就變咗，其實呢個實習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唔單止淨係一個即係工作體驗職場啦，更加多嘅係我哋即係喺呢個即係我自己嚟講咧，就係點樣去 think out of the box 啦，點樣去利用創新呢樣嘢，將佢 apply 去唔同嘅一啲地方啦。咁當然喺我哋嘅program 嚟講，可能我哋 apply 嘅就可能喺政策範疇啊，喺社會科學範疇啊咁樣咯。咁然後除咗咁呢啲就依家開始就係一啲我自己參加嘅一啲活動啦。咁我哋同上海交通大學啦喺暑假有做到一個交流嘅學習活動啦咁樣。咁呢圖片咧就係上海嘅學生嚟到香港啦。咁就阿 Sam 就去即係講解一下香港嘅歷史城市發展啦，同埋香港究竟點樣喺 urban planning 嗰度咧去即係 arrange 得好啲咁樣。咁亦都係即係亦都同時其實呢個 camp 係想唔同地方嘅同學咧做一個深入嘅交流啦，對於社會發展啊，對於好多依家嘅社會嘅問題啊，其實都可以大家互相交流意見。咁而我自己咧就參加咗三個唔同嘅政策嘅比賽啦，咁包括啱啱Janice 講到嘅關於 UST 嘅 Inter University Public Policy Case Competition 啦，咁除此之外咧，我亦都參加咗喺上海交大舉辦嘅一個政策分析嘅比賽啦，咁我哋交大都係唯二兩隊咧喺全港入到semi final 嘅，咁其實我哋當時咧就係針對咗SARS， 我哋針對咗 SARS 呢個議題咧，作一個分析啦，就係究竟應該要點樣政府應該點樣去計劃佢嗰個緊急應變嘅一個機制，從而去達到防疫嘅作用咁樣嘅。咁而另外都我去咗北京參加咗模擬市長比賽啦，咁就研究關於老年再就業嘅問題啦。咁喺呢個比賽入邊，我哋交大贏咗第一名嘅成績啦，咁都唔錯嘅。咁亦都係透過今次嘅比賽，亦都係我哋將香港嘅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 social problem 咧帶入去帶俾內地嘅一啲教授啊或者市長啦、去認識呢個問題，從而咧亦都希望可以幫助佢哋亦都可以帶啲 inspiration 俾佢哋啦，喺即係即將喺老年化、人口老年化嘅呢個問題上。咁好多人其實我自己一開始入學咧都有一個疑問嘅，就係究竟我讀社科我可以帶啲乜，可以帶走啲乜嘢咧？即係好多人都話社科係黑食嘅，咁其實咁我個人覺得首先未必係嘅，因為
其實雖然社科好像沒什麼很 theoretical 或者很好像 E4 啊、Econ 那樣很 practical 的帶走，但是最重要我覺得在這四年裡面我學到最多的是怎樣去 train 自己的一個、批判性的思維啦。變相很多時候其實雖然我們自己不是很知道自己、其實是有進步的，但其實、透過種種的比賽，其實我是能夠感受到自己的思維的分析上其實是跟我剛剛入來的時候是有很大的不同，也都其實透過對不同社會議題接觸不同社會議題，其實都是增加了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歸屬感咯。而我都是 final year 啦，咁嚟緊呢年咧，我就會去 UST 讀Master of Public Policy 啦。咁希望我自己就有目標，就希望讀完之後可以再further去 apply 一個研究嘅學位啦。咁當然呢個係困難嘅，但係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咁樣。係，咁我就希望以後可以向研究嘅方向發展。好，唔該曬。咁係咯，可以頭先我諗。兩位同學都展示了在在學的過程裏面是可以很多姿多彩的，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在大學裏面很希望能夠同學能夠感受到的一件事，就是為什麼要讀社會科學呢，就是因為它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去讓我們去探索自己，探索這個社會。接下來我們就會有已經畢業的 Joyce 去講一下他怎樣將他在學校裏面學到的東西再在畢業之後 去在自己的工作裏面去體現出來。大家好，我是 Cherise。 我就在2014年入GCS 之前，我就讀教蘇，在 CCCU 的時候是讀教蘇，之後在2014年就是 Year 3 Entry， 我就2016年的時候畢業。畢業之後呢，我就在教大那裡做了 Research Assistant 做了兩年，之後就去了 LSE 讀書，跟住就現在回來都是做 Research Assistant。咁咧，喺我讀 GCS 嘅時候咧，咁佢嘅課程其實包括咗讀一啲政策啊、政治啊、國際關係啊，或者係 gender studies 嘅嘢啦。咁亦都有讀一啲關於教育嘅科目嘅。咁就覆蓋咗喺大中華地區啦嘅內容。咁另外亦都有讀一啲 communication 嘅科目啦。咁咧就譬如我哋都有讀一啲 politics and law， 咁呢一科我哋就會學到一啲喺香港啊、大中華地區啊、台灣同埋澳門嘅政制嘅立法過程啊，同埋去討論一啲嘅議題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有讀一啲社會政策，譬如 social policy。咁喺呢一科裡面咧，咁我哋除咗學一啲喺唔同地區嘅社會議題啊。亦都學咗一啲社會理論，咁喺做 project 嘅時候，咁我哋就去老師就鼓勵我哋去訪問唔同嘅群體啦。咁有同學就去訪問咗一啲同性戀啊、殘疾人士啦。咁我咧就去同我嘅組員咧就去訪問咗一啲喺香港讀書嘅少數族裔啦。咁去了解佢哋喺香港讀書嘅情況啦，咁同埋佢哋面對嘅問題啦，咁同埋。就是 去探討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有什麼地方是做得不足夠。那我們在訪問完這些小朋友之後和他們家長之後呢，那我們就去討論有什麼的政策方面是可以改善呢，怎樣可以令到少數族裔可以更加容易地去融入我們的社會。另外即我們在 Year 3Entry 咧，其實我哋就冇好似啱先嗰兩位同學提到話，可以去一啲field visit 啊，或者係 internship 咁。但係其實喺課堂上面嘅內容其實都好豐富。咁你見到有一張相咧，其實係少游老師就帶我哋去咗中上環嘅地區去做 field visit 啦。咁另外就係喺我哋做 honors project 嘅時候，咁我哋除咗喺課堂。我哋除了在課堂上面去學識了點樣去做研究啊，一些理論之外，咁我哋要去實踐啦。咁就咁每個同學就揀翻自己有興趣嘅議題啦。咁就運用翻所學到嘅知識，譬如點樣去做訪問啊，或者係做一啲文字嘅研究啊，或者係做文卷嘅形式去探討翻自己有興趣嘅議題啦。
咁我就自己係做咗巴基斯坦小朋友喺香港，佢哋喺香港嘅同化情況，同埋點樣融入喺香港嘅社會。咁我就用咗訪問嘅形式啦，咁去訪問一啲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長。咁同時間我嗰亦都去幫呢啲嘅小朋友去補習啦，去更加深入咁去了解佢哋嘅需要啦，同埋睇佢哋係究竟點樣可以融入喺香港社會咧。咁呢一個 project 其實都令到我可以加深咗對喺香港少數族裔嘅認識啦，同埋可以令我對呢班嘅移居嘅族群會有呢、這個議題會有興趣啦，同埋令到我可以係可以幫助我之後自己嘅發展路向嘅。咁雖然我就冇去做一啲 internship， 亦都冇去 exchange 啦，咁但係我就有參與一啲義工活動嘅。咁因為我哋 APS 嘅老師 Sabrina， 咁佢就成立咗一個NGO 啦，就叫做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咁我就去幫佢做義工，做咗由我 Year Three 開始啦，一路到而家都仲有做義工嘅。咁因為在香港，其實對於難民、尋求庇護者，我哋俗稱難民呢一個議題，其實很多人都不認識啦。咁甚至有很多香港人都覺得香港是沒有難民嘅。咁而我就會有機會去接觸到呢一班人啊，去知道他哋在生活上面有咩需要啊，同埋點解佢哋會嚟到香港，同埋佢哋點樣喺香港掙扎求存。咁另外就是我哋每個星期都會俾開play group 俾啲小朋友教佢。好啦，可能時間咧，我哋咧都唔係好足夠啦。咁大家都睇得到啦，我哋咧個學生嘅分享其實好豐富嘅。咁喺當中咧，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學生嘅分享入邊咧，學生嘅分享咧會有見得到我哋學生好自信啦，同時間佢對於自己路向都好清晰嘅。咁我哋嘅教學入邊好講求一個宗旨，你見得到我哋唔同嘅學生嘅分享都講到一樣嘢，就係他對於個社會是會有關懷，對於社會發生緊世界發生嘅事咧，佢會有自己一個嘅睇法。咁亦都我哋帶住佢哋咧，係希望佢哋可以喺人生當中咧，對於自己嘅發展啦，到社會嘅發展咧，會有一個感知，同埋亦都可以將自己所學咧，係會回饋俾個社會，用唔同嘅方式咧，係介入嘅社會嘅。例如剛才去到最尾個分享啦，即係段片，唔好意思未播曬啦。咁你見到我哋嘅畢業生阿 Sherry 咧都講到，咁佢對於一啲嘅少數族裔嘅權益嘅問題越嚟越多嘅介入。咁我哋嘅老師亦都會帶住我哋學生去做一個咁樣嘅陪伴住佢嘅成長嘅，亦都俾好多唔同嘅經驗佢哋去經驗嘅。例如可能去立法會度做一啲嘅 policy advocacy， 都會由我哋學生係可以去自己嘅經驗做呢一樣嘢嘅。咁各位同學咧，如果對於我哋個學科啦，到我哋學系嘅一啲嘅資訊想有進一步嘅了解咧，咁咧除咗上翻我哋嘅學科嘅網學系嘅網站之外咧，咁其實頭先嗰段片咧，亦都可以去翻我哋 APS 嘅即係我哋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嘅 YouTube channel 度咧，都會有好多呢方面嘅資訊咧，大家可以 catch up 翻睇翻嘅。